请坐。足久无习惯安尼啊啦，你讲小学生的时阵才安尼过，好。今仔讲第三课的生命本土化，啊、哦，特别政治本土化进程，你的生命一定要本土化，啊、哦。我他一直跟你强调一个观念，麻烦者，好像别区别过来。这科学也是无啥人性吼。好，我这些讲的重点，生命本土环境的问题。啊，我开始在德国读册时阵呢，我讲你若要变成德国人吼，对你后壁规划路子，啊，无就是讲你爸母是德国人，生囡仔变德国人，安达嘛是使用这款的国籍认定。啊，毋过美国甲法国呢？啊，美国甲法国国籍认定的是啥？你也伫我领空，包括在云基领空顶头生的是美国人啊，是法国人啊。啊，到底这两个，倒一个较对？你认为倒一个较对？哈？我认为呢，美国甲法国较对，属地主义。为什么？我头讲过，生物的生存是环境来决定的，生物的生存是环境来决定的。好，所以台湾有一句话：养的较大声，有无？养的较大声。啊，你知道前阵啊，美国迄个 Apple 苹果公司 Steve Jobs， 你知影吼？当王星尔。伊到往生之前，都唔敢老爸见面，生爸见面。啊，伊对因的养爸真好。啊，恁两个爽一下，妈妈怀胎十个月辛苦，就把我生出来，就把我丢出去了，不用负责的。所以养的较大声，饲伫即块土地，甲你的生存相当大的关系。好，我伫德国读者，看看台湾人去德国，尾啊规划德籍了，一生的第二代。台湾人哦，因某嘛台湾人，伊嘛台湾人，生囡仔台湾囡仔，咱在陪护。不过呢，我厝邻寄乌桥牌烟钱给我，我足欢喜摕去给因食。啊，我的朋友因为黑名单，食个老目屎。因后生看到乌桥牌想啊，这个不要，我要那个 ketchup 那个就好。我啊，他是德国人，他儿子完全是德国人，不是台湾人。伊的书已经出世，讲是读德国环境，伊所有内面的思想，拢是德国环境。所以为虾米美国人因的总统爱第二代才当选总统？你的心第一代底下心还没在美国，爱第二代在美国说，迄才当选总统，有这个道理滴。心不的生存，你的所有思想、生理甲环境的关系滴。所以呢？现在在这里看我的师兄道哥，他的阿道哥，他跟我说什么，你知道他来台湾的时候呢，看到呢我们蛤蟆皮放在汽车里面会腐烂，好惊奇哦。啊、哦，为什么呢？我在德国时候也很奇怪，你在德国的时候呢，吃蛤蟆皮不可以丢在森林里面哦，不可以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空气的相对湿度很低，他们很干燥的，所以那蛤蟆皮在那里打去，就像我们的塑胶袋一样，还是垃圾。啊，你若在台湾，你蛤蟆皮丢在森林里面，我袂甲你反对。为什么？伊不会烂掉，变作肥料，那是无共意思的。因为啥？空气的相对湿度无共款意思。啊，所以共款的感冒啊，伫像中国环境，较早中医伫感冒拢底下风寒比较多，因为干燥。啊，咱台湾在底下风热。刚才刚我表示风热，为什么咱湿度相当的高？环境也无同款，表示你背景嘛无同款，所以生存无同款。啊，所以今仔大家农业问题，啊，我当初要推广有机农业，我就思考这件代志。平为什么咱要推广有机农业？啊，因为生命本土化。咱今仔经过调查资料，台湾农地，啊，对1920年。啊，这大正九年，头
就台中港八年九年迄阵的资料。1920年呢，迄阵台湾一个农民呢，啊、哦，实际耕作农民呢，本的土地呢是1.8分地尔尔。一直到1998年呢，也只不过是2.3分地，2.3分地尔尔。啊、哦，那照这阵的统计资料呢，咱一户农家伊的土地呢，超过一家地吼，无超过60%哦。有60%的农家，伊土地是一家地以下的，所以啊，种植水稻啊，伊变啊生存，无可能生存的呀。这谈的问农业的问题是伫遮。啊，你看美国呢？美国伫1950年时阵咩？伊一个农民呢，吼，所拥有土地是21家。到1995年时阵，一个农民拥有土地是85家地，两个翁仔某，一个农场170家地，你有法度想象无？当然要使拖拉机啊，是不是？一定要使拖拉机去种作的啊！啊，所以看咱两个农民，咱若单一个翁仔某对翁仔某呢做田呢，啊，种葡萄4分地尔尔嘛，所以你的葡萄可以套袋，套袋。哎呀，你别讲两个170家在那边来套袋，所以要喷油啊，喷农药去改管嘛。今天的问题就是啥？咱伫咱的土地，咱的小规模农地，用它的大规模农作做法，就发生问题啊。所以，譬如因伫因大规模农地，伊应该是就是化学农业这样操作很正常。但是咱伫咱小规模农地，既然用大规模农作，咱发生问题了，必然发严重。问题是伫遮东施效颦。咱不用咱伫这个土地，应该有咱的智慧。来解决咱的问题，问题就发生伫遮地。啊，所以他就强调，生物的生存跟环境相当大的关系。你要根据你的环境提供什么，你去运作，你去产生你的生存的智慧，来解决咱生存的课题。啊，所以当初时，我做厨余堆肥料成功，啊，啊，报纸电视下出来，那阵的台中县石冈阿乡，啊，因就来找我。啊，把我们这个技术转移。啊，偏好关呢，环保局马来催完转移。所以我们当时设法是讲，每一个清洁队收厨余做堆肥之后，啊，我正跟合作要求条件有一件，我们公务人员哦，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要做根本不会错。我很了解这种心理，但我跟你讲，你不要那混混做，我跟你讲，啊，啊出来。你要叫草地人家处理好你，你是不是才开发才会愿意？好，我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厨余堆肥做出来，你送乎你的农民去用啦。我想安尼想，每一个家庭主妇都会很愿意把那厨余收出来，分得干干净净，合理回收，做成堆肥来帮助弱势的农业团体呀、啊。你想有得利不？所以为什么当初我无去做先行转移的意思伫遮啦？你讲我上先行转移了，我遐台北县、甲高雄县县长讲，哎，咱来做处理，我一公斤该收一块权利金就好，人家怎么看我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别搞了，好，这个台湾变化就是安尼嘛。我卖先行转移，我高龄带来用。每一个家庭主如果知道伊分裂出来，厨余是做堆肥，来给农民使用，农民佮种出健康的作物，少用农药，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嘛？是不是？是咪该安尼做？对啊。但是呢，迄阵我就好退休就来告诉我阿公，杨吴三河，我告诉你呀、啊，承办人如果有利润，他就努力做了；承办人如果没有利润，他不会努力做了。开始我体会有够深的。体会有够深，有影是安尼，所以咱的思想要去改变，是思想的问题，不是技术的问题，也不是人才的问题，是人的素质思想的问题，变来去改变，这个土地才有可能有希望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根据环保署资料，台湾每年有200万吨的厨余，200万吨哦。我想应该是有300万吨，我感觉伊个数字可能无计准，因为我根据阮个计算，还不光这个餐厅业的伊个叫事业废弃物哦，有专门人甲收，一个月2万块、3万块，甲伊餐厅的迄个废弃物收，迄个处理收掉，迄是无报告再来，啊、
两百万吨的厨余，如果用我们的方法，可以做成七十万吨的堆肥啊。这七十万吨的这个七亿公斤的堆肥，啊，投入土壤里面去，像我讲的，一家地就一百栋的做法。一公斤的堆肥呢，我们梳理出来，一年啊，一公斤的堆肥一年当是换做一台斤的蔬菜。七亿公斤的堆肥就变成七亿台斤的蔬菜。七亿台斤的蔬菜，假设一斤有机蔬菜，完全除以对整个有机蔬菜80块，我跟你讲无凹版咯。阮皮业一斤卖105块哦，拢上架你知不知？敦化南路那些贵妇人乳癌割掉的，拢因来吃。啊，我说卖你他管80块了呵。这80块里面包括什么？农民有一半的利润，生产利润，还有通路上下有诶无诶？80块其实无贵分。哎，让我得多少？560亿台币的产值啊！啊，那政府这个堆肥，我农民是弱势团体，政府要来做，因为你把厨余回收之后呢，我告诉你，焚化炉10%、7%不用运作，不用运作。木栅焚化炉，我所在木栅焚化炉，迄阵税收就盖了我这高营呢，7亿。哦，团华宝团体讲高，讲伊高有，伊家己官员讲7亿啦，7亿嘛好啦，7亿税收省开，会当做我的代志。焚化炉没稳着害你那的，他可以撒好几座焚化炉。好，我那省，如果200万吨的厨余一公斤，啊不一栋你也能处理2000块，这算真好价啊。有时候如果能够驱动清洁队来做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成本。这个成本可以是零啦，但咱今嘛讲较好诶，有钱三贵也无啦。一栋假设2000块让他来处理，一年只不过40亿嘛，40亿可以换成至少560亿的产值，这台是干袂做诶，会做诶。伊头前所做诶模式，我拢炒作过啊，啊，给我副产品，为虾米呢？厨余做堆肥，好，我较早咧做厨余堆肥是这样。我为虾米较早拢无人做成功？我做了才知讲，原来发生这款代志，好心一堆啦，一过来啦。好，所以阵批我讲，吴山头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的厨余长出很多苍蝇出来，我啊死，我头毛咧烧啊。所以阵伫1999，我那边做成功，你看网络去看，拢甲你讲，你要做厨余堆肥，大当用手的，袂使用车的，有印象无？大当手袂使车的哦。啊，原来就是安尼，为什么人较早人唔敢做啦？会生火钱啦？啊，我阿皮耶，你再看看啦，我怎么想摸你手啊？准备也袂使，爱喷油啊，搞只火钱太刁啊啦。哥哥在2个礼拜之后呢，皮耶呢，他是一伫较早伫。加拿大魁北克生长长大的人，一看的熊比看到的人还要多，所以一阵来台湾的时候，35岁进来台湾，一个飞机看到阿伯嘛讲美女，伊在底下看人看紧张，看到熊较侪啊，所以他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人，哦，也对自然的观察力非常强。一个两礼拜讲，哎，吴先生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发现我们那个厨余堆里面好像很多海鸟、海鸥呢。讲啊，我来开始咧想这件代志，啥物代志啊？讲莫非只海鸟、海鸥要去食只蛆虫，主要是蛆虫。我同阮母啊，哎母啊母啊，阮母啊摇起来，讲娘嘞啊，你较早饲鸡啊哪饲的？伊讲个屎壳啊落起来啊，水清清洗洗压落，鸡来家己去捅啊，就弄这嘛，弄这嘛。哦，伊阵就外高呀呢，即卖要嫁朴素啊，你阿唔知呀？伊小小阿比啊，你就咪要搞一个朴素啊，我话清的啊，我跟你讲，安那，你唔捌啦，你牛咧开捌啦，安那，都是安尼啊。我解决这个驱虫的方法了，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世界足可爱，我听讲，读可爱，读到真可爱，好，为什么呢？咱食这个菜，食这个食物，啊，经过放晒出来两工，我做厨余堆肥啊，无经就是。菜渣啦，还有这个肉啦，什么什么去做出一堆，爱瓦过时间呢？6个月，阿利亚变成排泄物出来，做成堆肥，或者差不多3个月、2个月时间，
所以人这个消化系统，其实我们是最大的堆肥制造机。那各位跟两各位，差四各位，在咱人体里面，两工该管，主嚼、粉碎、消化、排泄，先掉我做堆肥四各位时间，用粪便来做。但我从初一开始做，爱六个月时间才完成。好，那因为我那边有肉真多，肉真多，骨头真多，好心的招来，我发现苍蝇好伟大。为什么？这下肉伫厨余里面对，就是爱好心来加加来紧啦，速度加来紧啦，靠细菌微生物来分解，分速度上班，好心来放放这驱虫出来，速度也都紧的。好，那驱虫。这个又是一个生意，我两只眼睛都看到钱啊！我就跟皮爷讲，皮爷，你把这蛆虫抠下来，拿去饲鸡啊，饲鸭看卖。伊就抠下来，莫去哦。李登辉因一个表妹，啊，搁伫三芝住，三芝叫阿布。伊讲我那一捧捧过去哈，那个鸡跟鸭就排队跑出来了啦。朋友就闻到味道啊，啊，哎，给压落去，你可以看到压落去，这个蛆虫自己跑回来，集中在这个地方，好像你看 Discovery 哈，那个狮子被攻击斑马或羚羊，哎，就给你围起来，准备防卫一样。我啊，这没看 Discovery， 看这个有吧？可是呢，这是国际啦，大恐龙真的太大，咚咚咚咚咚。那个用毒的，啊用刀的，伊个嘴卡比用刀的，啊这蛆虫，这真补，高蛋白高脂肪，迄刀啊刀一只，就看咩个加啉水，啊个等下足够大个，噜，我落来，十块只了八，十块只了八，这个是一个额外的收益嘛，啊。我准个给石冈乡的清洁队，我讲你的队员一定无过来做，伊袂去做过来烧喷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类物件就给他们当福利，提起鸡啊，我叫提起鸡啊，啊，落去跟遐队长呢，落去跟长骂呢，吼，掠迄落掰开啦，吼，青梅啦，用鸡啊人淘汰啊，掠当来饲，三礼拜，迄门呐禁起来。掰开行去，车门会关起，你敢知影？有这个程度呢？啊，个三礼拜，伊敲电话讲，老师很奇怪呢，我们那个鸡吼，怎么躲在树荫底下来穿开啊？哇，上奇怪！你是咧讲啥？狗仔会安尼吓吓，我知鸡仔哪会安吓吓，毋捌看过啊？我甲问讲，啊，你饲鸡啊？你？我咪想想，我问讲，你有用迄个饭粒啊？你烧喷啦？你用饭粒啊？还是西瓜皮？还是菜虾？各类菜虾好食无？用无啦，我就打取驱虫尔。啊，我知啦，高血压啦，心肌梗塞啦，心脏病啦，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就是安尼啊。你们瞧，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咱就是安尼哦。因为你今天被整个营养概念，完全西方的营养学概念，我们就像那些鸡一样。所以是光庄子讲，择日一啄，迄鸡啊放咧野外，有无？家己挖真侪，又剁剁剁剁，要食啊家己食。啊，你防饲个，主人互你食啥，你就食啥嘛，是毋是这个道理？所以我看到鸡啊，想到咱人，咱就是安尼哦。好，我开始讲故事啦，啊，我本来讲阵想无头落去做汉文阿仙哦。所以有当时也较研究一寡遮物件，吼。例子呢，伫道教天条里讲一件代志，吼。这个有一个人姓国，国氏做有钱，啊，宋国有一个人叫县相金山，啊，这个县相的人去甲这个姓国的人呢，甲问讲，啊，要他致富，啊，要甲王永庆问讲，要他赚多少钱呀？啊，国氏呢，姓国的甲县相讲，我得做够偷物件。我做个偷摕物件啊！恕我为多呀，一年二劫，二年二劫，三年大用。我第一年偷啊，阮厝的我家己就有人食。啊，第二年偷了呢，阮厝的就小康啊。啊，第三年佫偷了，我就好去啊，佫当报喜好啊，厝边头尾。啊，
哇，这个圣像咧听了足欢喜，伊就去开始学伊安尼四下去偷偷偷啊，啊偷啊尾安那，去互掠去关啦，去互掠去关啦，吼、哦，啊关出来了，就想奇怪，伊就教我偷啦，我嘛教我去偷啊，啊偷偷就互掠去关，伊那无向关，偷啊佫无掠去关，已经像是回去问国事，国事甲讲啥？我去六十为多子多子处呀，金钟过六六二。我闻天有时，地有理，我道天地之时理，混物之崩沦，三界之三欲，以成我何定我？定我家，定我魂，见我下。伊讲我偷天地物件啦，唔是去偷人的物件，你偷了唔对去呀？你听唔对去呀？什么叫偷天地物件？我们这个世界。我们都只有短暂的一个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心不带来，树不带去。生来一身空空，死的时也是空空。就这个观念，一切都是天地供应给你的，这就是托到天地的概念。用这个看动作，我就看到这个装列子这个，我就啊。管的荣耀就是通道天地嘛，好、哦，咱讲伫现代的科学知识，例如讲要种植植物16个必需营养元素，伊叫我都做不叫我生存，氮、碳、氢、氧、磷、钾、钙、镁、硫、铁、硼、锰、铜、锌、钼、氯，啊、哦，这样元素伫倒位土壤内面都有啊，土壤内面，嗯，这样元素。拢是空气中的物件，你只不过是把一个经济放落水来啊 ，H2O 氢跟氧落雨来啊，水来啊，空气中都有氮气，空气中嘛有二氧化碳 CO2 光合作用，这种空气供应合理的呀、啊，啊，就伫土壤本身来呀、啊，啊，你若种植了，咱物件就才放出来，搁转去。伊就是一个循环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农业是一个真可爱的产业，天地循环的产业嘛。倒一项你讲，不是甲天公造的，也拖到天地就是安尼。所以你有这个观念的思想是，农业哪也无前途。为什么大家当年、甲台湾个农业看遐只衰小？我看无，是不是？总是人甲农业看真衰小啊。每一个政党都一样，拢无报，唔知咩来创。喜欢有机农业的美学，我讲农业是一个美学哦。我们要积极的使用堆肥、绿肥，我堆肥讲过，厨余堆肥。啊，各位像起低起高，迄种爱运用啊。你看都无运用伊嘛，你个运用变作堆，你无运用伊变作污染，环境污染嘛。好，所以积极的定义是啥？使用堆肥、绿肥，创造健康的美食。啊，下面一个绿肥。花通壮骨，油菜花，有看过无？这是农业美学呀、啊。今仔台湾哦，即马大陆在讲啊 ，IC 产业啦，电脑产业，啥啥啥啥。台湾愈行业工业化的时阵，啊、哦，愈需要农业；愈商业化的时阵，愈需要农业。为啥物？商业的本质是贪婪嘛，对不对？工业的本质是脱离土地。各位，你想看麦？今日咱甲香港人个差别是啥？你也毋知？香港无农业，台湾有农业。农业是内面是憨厚、淳朴。做两下这个产业，你也淡薄去了，你无去缓冲工业商业所带来的弊病。所以农业真重要。一个提供美学，你看第二球水稻收了，十二月到一月时阵，你去花东种谷一行，种遐过油菜花一片，遐花开快。真水啊！你敢一定爱走去到北海道看迄个什么薰衣草，对不？金庙拢会起神呢。近近的唔看，走去到远啊天边去了钱去遐开。农业就是美学，油菜花。哦，咱个一项物件无推广，鲁冰花。鲁冰也固定这个氮素，提供氮回。鲁冰花啊，培养短期嘛，当然无像个品种。嗯，哎，啊，佮稀稀落落，无水，
你当改良品种啊，那是问题。对，这台大梅红农场改良育种出来鲁冰花啊，敢袂歹？会当插花啊，敢定做绿花尔尔？是咱的思想无去灯化，农药塞得太厉害了。这是澳洲的鲁冰花啊，是不是？那你高山来讲，这个这款鲁冰花在咱平地无多成长，高山换这个品种，差不多海拔1000以上，你冬天去看，啊，你怎去看？这鲁冰花是足彩色的嘛，所以唔好忽略农业美学里面对人生的贡献是啥。好，我要讲讲哈，生命本土化，啊，那是生命本土化。在老子那边呢，有这么一则记载：用小国寡民，哈，甘其是美其好，安其孤，乐其俗，邻国相望，家教之声相闻，民之老死不相往来。请问什么叫做民之老死不相往来？啊？无少照问，无少交叉，田无沟，水无流。阮即种个后生都绝对毋娶隔壁种个查囝。咱常常相拍相骂，拢就在后代。较早就听安尼，是毋是安尼？名字老是不相往来啊！伊讲毋是即个意思，伊讲是啥物意思？啊！我甲伊解释。伫德国呢，伫慕尼黑迄边遐，阿尔卑斯山的山路有一个小镇叫做欧布阿玛高。真水的所在，啊！一直1632年时候，因为30年战争，红玫瑰、白玫瑰战争呢，啊，阵黑死病、鼠疫、老鼠传染黑死病的盛行。这个小镇呢，就祈祷，因为我记得做天主教的信仰，就祈祷圣母玛利亚，速还平安，像安尼，啊！结果这个小镇呢，竟然在慕尼黑那阵南部那个巴伐利亚这个自治邦里面。他们这个小镇呢，竟然能够保全下来，无受到黑死病的攻击，每一个人拢活落来。安尼时阵，当然真感恩啊！圣母玛利亚的保庇下，所以对1634年开始，以每隔10年啊，后来调整到红十啊，应该是2000年，今嘛是2010年，下个是2020年，每隔10年，按一张 Passion Feast 耶稣受难祭，啊，感谢。新民看怎救助伊，救助伊，啊！第二是乐其俗。今仔日的小镇有差不多1500个住民，啊！凡是伫这个小镇住上20年以上的例子，拢有这个资格参加这场的耶稣受难祭的排演，歌剧排演，1500个人，编剧、唱曲、啊个音乐、啊个音节目单下下，拢完全。这个乡1500人家己来包办呐，每隔10年一度的盛会，办得非常的成功，感染都极上。在咱台湾先民来到这的生存，咱嘛拄着这啊，为什么东港的烧王船温雅嘛？所以烧王船上王爷公嘛，啊，果然瘟疫好了，所以感染先民嘛。为什么给阿妈做？这个乐其俗。德国人敢迷信？德国人会迷信吗？迷信吗？会不会？因靠遐进步哪会迷信？哎呐，耶稣受难记的公言不是迷信，咱就是迷信了。不是，这是老子里面所讲的“乐其俗”，乐其俗。啊，请坐下。台湾的传统三合院，现在都没看到。啊，我一些外国朋友来讲，30年前在台湾感觉很漂亮，做一个三合院，现在都变成瑞士那种度假小木屋。我们失去我们自我的 self identity 啊，咱做一个 identity 没去啊，因为咱不知道，我就强调。生命本土化，你都无得思想，你哪知要保留，你才会坚定，这种有道理的。这是过去当然生存上拢有道理的。哦，你看客家人哦，伊的厝哦，我真好认，
妈别给我搞，客家人迄个厝吼，啊红砖啊厝吼，阿西的红砖啊厝，外口拢无死啊个，迄砖啊落一滴滴拢落出来，有无？啊，葫芦人会死啊个，葫芦人死啊个了吼，结果比较闷的，客家那种厝较通风，伊无死啊个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伊要省钱啊，因过去的生存较困难，要省钱啊，所以啊，即个墙啊外壁无死啊个。但唔过安尼时阵，建得对这个空气通透性也较好。啊，三合院。那个啥，那个槟榔花，你喜欢槟榔花吗？蛮叫影响你，讲的槟榔就是癌症，啊，讲的槟榔就是破坏水土保持，啊，我一个立法院呢，因底下咧公听会，吼、哦，因破波台风，因在底下施政的者，啊，我跟他讲，我不相信破波台风是槟榔造成的，因为我有几个朋友在那边，我马上打电话去问过，伊讲无。我的地方都不安全，我的槟榔也都不安全，是新中横公路开外的时候崩塌。槟榔是深根性的作物，不是浅根性的作物。作物，就像作物跟你说，顶头多高，下脚筋就多深啦。树都是这样，顶头多高，下脚筋就多深啦。好，那槟榔如果会致癌，对，没有错，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？农药啦。因为用化学肥料栽培的槟榔，拌料真紧就粗起啦，所以爱浸油啊去保鲜啦。你看唔啊，所以你把迄油啊浸的槟榔摕来处理剥，袂着感较奇怪，是不是？所以正常产的槟榔不会。较早吼，郑成功营养震惊伫台湾乡，带兵打仗去征服中部原住民乡，爱剥槟榔呢，特别驱除瘴气呀。所以槟榔甲椰子的作用是。完全同款，啊！搁槟榔像槟榔开花，你有品味槟榔花的香无？有无香？对不对？所以看到清朝时阵，读册人三合院啊，别一定爱种槟榔，槟榔飘香啊。不过今槟榔被怎么样污名化？你是要把你污名化，让你自卑啊？其实槟榔是一个真好的作物，不管你生活中。啊，是运用上，伊拢真好个作品啊！啊，槟榔水土保持有啥物真好？槟榔是羽状复叶，阳光会透射下来呀、啊。所以呢，会看生杂草啊，青的土伊会进去顶，青的土杂草去顶啊。所以上佳个水土保持作物啦、啊，毋是你看空竹苗，做个空竹苗，迄个大榕树，吼一丛较大，伊卡拢无看到土吧，但看到土骨梁，为虾米？叫火水冲走去嘛？槟榔是最好的水土保持作物，还允许底下杂草生长，拢甲土挽掉的。所以我看法甲人无同款，它是最好的水土保持作物。上面个甘奇石啊，甘奇石。我看他一直想一个代志，到底干嘛赔？一价钱，一价。到底为什么呢？咱台湾呢？现在进入到十二月初，溜丁出来，好、哦，啊，过来去差不多十二月中碰柑出来，好、哦，啊，过来探柑，等等这些柑嘛出来，我都想无啊，为什么天气愈冷，啊，这柑嘛出愈济？所以我开始去教伊，就农民官讲，老师我咩办？我种碰柑拢滞销的，我想你定滞销的啊，因为柑嘛出来，像是真冷的天气的时阵嘛，啊，台湾上界大消费市场是北部啊，对不？啊，北部个冷，那去食感觉食袂济，我食感觉两半，我就哈手感冒啊。所以我想无天地为虾米对咱安尼啊？我尾后一天呢，去看到一个农民呢，伫稻兰，伊种这个茂谷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看伊这皮真水，伊拢没有主妇联盟，啊，主妇联盟一定会检查，没有农药残余，主妇联盟才会收。我看这皮真水，吼、哦，因为冬天是我去日本乡呢，日本人伊的温州蜜柑，温小蜜柑就是切四周。连皮就会吃了，有机的，有机栽培。我看这个农民的皮，你感觉怎啊？真水，你看伊皮真薄。哎，我来摕个连皮吃。哦，我本来呢，咱的手，这刺了才会酸，你会酸未？这，你看嘛，会未？这个会不会酸？会未？会哈。手阳明肌，手阳明筋风寒。我就是会酸，啊！要洗面的时候，要准面巾的，我都湿哩，准无力。好，我也是看这路面这皮真好，感冒的皮就我来吃。我吃两粒了，发现我面红起来啊！这能量呢，
咱讲气啊，做菜的人、修行的人，有这个能量，对遐行过。哎呦，感觉好奇了，唔知道，我还没走去那个洗手间准面巾，哇哇，我都失力啊！我讲说，哎，这个感冒皮一定有作用的。感冒皮是热的，感冒怕是冷的，所以天天伫这寒人，给咱感冒这个物件，叫你连皮食。你知唔知？但是咱因为个喷农药，喷哪里唔敢食皮啊？是这个问题啊！天地没有亏待我们，是人家己亏待家己呀。啊、哦！所以我就走去看，哎，我来根据《本本草纲目》，到底感冒皮是咧创啥？好、哦，伊看就写：苦辛温无毒啊，胸中邪热逆气，久服气错，下气通神，疗胃不能消谷，止泻除膀胱流热。你现在有口臭，你都吃箭牌口香糖，我跟你说，这款感冒皮补一下也行，还是金桔啊，连皮吃，那个就有清香味嘛。现在洗发精很多都是把橘子皮抽出的精油放在洗发精里面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 你就不用怕说寒人感冒会滞销啊，他是天天给你是要叫你连皮吃，你没吃皮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它的去除胆固醇，这是西方人的资料，2000年做出来的资料，抗氧化、硬防癌症、心脏病及发炎，它会洗清洗胆固醇掉。所以呢，我就跟你应该像竹科一个那个总竹科一个高科技公司总务长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那个清洗那种机台，高科技的机台，那种粘着的物件，足歹洗。我的买那款清洁剂里面就是添加橘子皮抽出的精油啦、啊哦，所以这些胆固醇会像连在我们血管壁会像什么？像那个厨房的抽油烟机有无？固会加那个油，真歹清有无？用那感冒皮的精油来洗洗起来，所以它会清除你的胆固醇呐、啊，就会预防中风呐、啊。啊、哦，那橘子皮里面的这个超黄酮这个成分呢，比那个果汁呢是20倍以上、啊，所以上天无亏待咱，是咱家己以为自以为科学万能，咱去改变这个天地上不去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以为讲生命本土化。好、哦，你看台湾呢，真古锥，有酸的所在一定有泡泡剂。好、哦，酸也真侪呢，会安那。连那个内衣哦，看到我爸爸哈，我看伊讲出来讲真，迄内衣拢会黄黄啊，你的排液换弄黄黄黄黏啊，所以酸也是毒，酸也真侪，无食泡泡剂，囡仔生粒啊，有没有看过？有注意过无？一定生粒啊，所以有酸啊，所以一定有泡泡剂。台湾伫中部以北酸也真少，所以泡泡剂就少啊。中部以南呢，泡泡剂有所在会当种酸啊，一物克一物。这就是农业嘛，农业这上头是要供养人类的嘛，啊、哦，所以那我做这些嘛，吓人家酸鸭冰哦，那个芒果冰我真啊真欢喜，啊都唔知拢唔知去食泡泡剂，固了生条泡出来啊，伊酸鸭冰是有毒的，啊、哦，好，这个是西洋芹，啊这个是台湾芹，啊、哦，芹菜是有学问的，为什么？吃西洋芹会升高血压啊，啊吃台湾芹会降血压啦、啊，无同意思啦。你莫讲此芹就彼芹呢，这两是不同芹呢，啊是这样哦。所以讲你那系你唔知就是安尼吧，啊，所以讲啊台湾芹无啊无用西洋芹来倒，这个倒太多，哎，你问他哎。你不要以为此情就是彼情，同样情不同情。为什么西洋芹的我们在喜欢做奇怪？赶快就来缩在那井，它会吸收土壤中的钠盐，钠盐也吸收。啊，所以高血压加上钠盐管理的这个血管电路管嘛。啊，台湾芹的是没吸收，所以客家人讲是这样呢。迄囡仔生了吧，伊妈妈就搬芹，台湾芹菜，插几块把子来，插几块把后脚消了吧就消去，也退会降会。但西洋芹是无讲意思哦，此情非彼情。所以西洋芹是引进来的作物嘛，我等于说它是引进来的作物嘛。看这先民在台湾生存三四百年，你登记来一定，你筛选过这些，你已经筛选过去了。
所以不要去标新立异，知道不知道？哎呦，在哪里？这是韩非子。韩非子《偈老篇》呢，一共就各位，众人永袭亚洲，周家都会，都会加七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的社会，我们每一个人压力都不蛮大的。啊，要解决压力，有真侪方法。我跟你讲，第一个坐禅坐禅，第二喝茶、饮茶。所以，看到茶跟禅宗坐禅人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入以茶天下，茶之为用，味之寒为饮，醉以经行兼得之灵。喜欢喝茶的人，拢靠有迄个 class 啦。你敢想，一定靠 class。一啉茶的话，你感觉精神怡爽，一个是泄除你的火气。所以你应该喝茶还是应该喝咖啡？啊，你即马是啉咖啡，较济啉茶较济。啊，对。为什么我不鼓励啉咖啡，鼓励啉茶？为什么？其实咖啡那个冷寒比茶寒上十倍以上，较冷十倍，咖啡真冷哦。而且呢，我来讲，为什么我强调生命本土啊？这个土地啊，无生产的物件，其实你免想食，你也要食。在生理上，其实你是病人，或者是药。亲像这个土地无生水稻啊，啊，无生迄个麦小麦，你应该减少吃面包，你应该多吃米饭。所以今日变作食面包、食一个、啉咖啡、啉一个，嘿啥？那是 commercial promotion， 是商业推广的嘛？就生存的角度来讲，你免啉遐只咖啡，你免食遐只面包啦，你应该食遐只碗粿啦，对哦，碗粿有米做嘛？你应该食啥？啉茶啦，因为咖啡没啊，伫台湾拢是少部分生产而已，所以一方水土饲一方人。这个老子所说的“民至老死不相往”呢，因为这代台湾的土地所生产农作物，就是要供养咱两千三百万人，一定有够用啦。天地拢安排好势啊。好，所以讲这进口农产品拢是啥？拢是商业模式推广出来的。好，伫进前呢，台湾较早好，我请问各位一件代志，为什么？老兵团阵做台湾巡护的时阵，伊建城是台北城。伫台湾的开发数人，一户二落三房价，一户二落，那不也走去台北城？其实台北的天气不是介好天气呢。照你讲，台湾是台中迄边遐上好的天气。你若要建首都，应该建伫台中，为什么建台北城？各位你想看未？啊？我来讲。因为迄阵台湾的经济重心已经向北移动了，茶、茶、桃竹苗，还有台北地区苗栗以北，拢是生产茶重要地方，集中在，所以台北建成底下啦，经济北移啦，经济重心北移，对，当然刘师兄你也注意甲看是安尼。迄阵台湾生产茶的经济呢，一定比糖甲米的收入。加两倍种地，但是现在还有种地吗？左下坡，民国60年以后呢，当然经济起飞之后呢，桃竹苗一些种地人呢开始减少，因为那时候都外销，那人力呢向工厂集中，这个茶产区的人力就减少，茶品质因为恶性循环，外销愈少，恶性循环。茶就走下坡啊，所以民国六十年以后，台湾开始走向什么高山茶，安尼来。所以我咧想讲，在做几改，为什么桃竹苗北区像现在台北平林乡下，南港啊、文山，迄种较早种地区啊，为什么即马无去？无咧种，恶性循环落来。一百年前，伊拢是真好的茶山区，东方美人茶就是迄阵出产出去。那今仔日为什么伊唔是好的茶山区？土壤。压榨了啊，土壤压榨完了。地区废掉会种啥？种甘嘛？甘嘛佫废掉会种啥？插竹笋，竹笋佫废掉种番薯。
哎，你看这个在讲的土壤的回力越来越贫瘠啊。所以为什么观光要把土壤好、哦、高山化，用大量的堆去改变它，跟这个关系。所以我就去，我伫龙潭，龙潭茶，龙潭，哈、哦，伫一块地，我一分地做试验，落二十栋，一分地落二十栋的堆回落去，种出龙潭地。龙潭也卖番仔茶，一斤上个侪300块而已。我们试出来的茶，让人家品，可以卖到或者1200块。龙潭茶有机的，我们不带人去赏哦，只是做实验。当你把土壤改变之后，连这种平地茶，龙潭海拔200，不是2000，它的品质就可以改变，也价格当然就可以改变。这款茶，哦，他小给你看是讲，我是茶行内面种啥，种迄个罗曼莴苣，啊，像日本那样做法，啊，你看发出来这个甜意，一心二叶，本来请人来搬茶，我做手工栽培、手工采茶，哎，阿公阿妈吼，拢挂喺手刀啊，较早搬茶拢啊，一个两只，一个食指拇指挂手刀，切。慢无几抓，迄刀啊拔掉，讲用念的就好，有得卜，因为唔慢慢过种地啊，连高山都慢慢过种地啊，变得会让做个种田多啊。所以我看，台南农业很有希望啊，那不希望？为什么把人看跟我们看不同款？用来唱衰台南农业嘛，是这个靠地尔嘛。啊，最后啊，一个靠地呢，我要讲到这农业国防。农业是国防的一部分，台湾号称不成的航空母舰。如果你要为台湾，最少你要为三个月，对吧？三个月，我有自己有生产粮食的时候，我就能撑过，等到国际救援。要防守台湾不太简单，跟澎湖不一样。所以台湾的农业是国防的一部分，你的观念要用来调整。啊、哦，以前较早历史所写，太公六韬。孔子啊，姜太公伊讲诶，大龙、大公、大象位居三宝，龙一吉凶之高足，公一吉凶吉凶之奇足，象一吉凶之后足，三宝各安其处，民乃不如。龙、公、商，国之三宝。我们今天是严重的失衡，是严重的失衡。在《儒书·春秋》里面说，上龙说什么？民龙即其善乎，其善乎即重数，重数就死其处，离无离论。民下本离数百，即不灵，不灵就不可以修，不可以治。民下本离数百，即其善欲，其善欲就勤俭数，勤俭数即国家忧患，家忧官己，母忧孤心。他讲什么？如果你今天是种田的，你要靠土地生存，你种一甲地，你一甲地你搬不走，你不会搬去中国大陆泉州讲，农家就是这样子，农民跟土地的生命是密切结合，你土地搬不走，啊，但是如果你不做农，你改做商，商人无祖国嘛，这一阵子我们看得很清楚嘛，那些大商高，拢底下讲一定爱选马云先生才会国家会生存下去嘛，商人不用祖国，商人跟农业是不一样的特性，一张卡片就可以走了，当他如果发生战事，他们不用留下来。但是农民不一样，你一定会留下，因为你的财产就是土地，你土地你搬不走。李氏春秋讲的就是安尼俩俩。好，伊讲民下不能以数百，即几善药，几善药就勤俭数，勤俭数就国家忧患，家忧关节不忧孤心，都、就是安尼意思。所以为虾米较早讲属龙共相，龙摆较头前，属爱读册人爱有思想，爱有良心，来了龙摆伫头前，因为。你跟生命结合，跟国防结合是相当相当的重要。所以为什么把胸看得轻？商人钱财一带走就走，以前还要摸几个很多美金，现在一张卡片就可以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农跟国防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土地要去思考的、啊、所以所有的先进国家没有一个人家说放弃农业，跟上台湾人说要放弃农业而已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人的居心到底是什么款。那是日本，
日本一个农民的农场而已，他在他有空的土地就种花，让你看到是干嘛做愉悦。我们要学习人家这个精神，农业要呈现这样的样貌。那每一个思想爱去改变，我们好像一有空地就赶快搭违建，无赶快的思维的背景。伫今我所讲的、所强调的，要各位一个概念。其实我唔是要讲技术层面，思想，思想非常重要。你有建立这个思想的时阵，你的实际操作里面，你就去进改变、进迄个提升你的技术。所以思想开始未来，咱台湾这土地，所有人来去思考这个课题。啊，最后一张，我们上届重要一张。多谢你，多谢你收听。非常感谢咱这个吴教授、吴老师吼、哦，来给咱做这场非常精彩的这个演讲。伊的思想甲伊的作为，拢100%符合咱台湾民政府的愿望，咱的愿景。咱一再伫这个所在，伫演讲的中间。讲咱将来一定要要来恢复咱台湾农业的生机，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是农业的宝地，吼、哦，咱一年会当生产3季甚至4季，不管是平地或者是高山，拢会当进行农业的生产，农林畜牧方面拢会使。主要。这中间，因为中华民国政府这个体制，并无伫台湾生根的意思，嘛无为咱台湾本土人民的设想，一心一意要去甲中国统一，一心一意要消灭咱台湾农业，然后和中国的迄个农业产品来养咱台湾人，和咱台湾人巴肚去缩起来，达成伊目迄个统一的迄个目标。所以咱是反其道而行，咱希望讲一定要甲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来甲伊赶离开，驱逐伊离开咱台湾这个所在。伫这个所在，乌鲁木齐甲咱吞掉咱的人民，吞掉咱的土地。60几年来，咱感觉真痛心。即摆祝福个在，咱吴博士、吴教授伫有机农业方面做真精彩的研究，有真好的成果。都啊符合咱台湾民政府的希望甲要求，将来就是要做有机农业，咱需要伊足大力来甲咱斗相共。真正感谢伊伫这个所在做2点钟这尼啊精彩演讲，请大家搁去鼓掌，甲伊鼓励，感谢伊来甲咱斗相共，多谢。起立，敬礼，多谢，谢谢。